亲爱的家人，大家好。佛学今天占道天师德，妙极大帝的大恩，老孙儿的大德，老前人前人慈悲，好，孙儿慈悲，老前人前人慈悲，领导副领导慈悲，各位老师慈悲，让佛学有这个机会，跟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我们要一起来拜读。好大仙，就是呢，七真的好大仙，慈悲的圣训。好大仙呢，他在修养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的有修养，而且呢，度量是非常的大的。哦，他所展现的这个特色，就是说，每一位每一尊的这个圣贤仙佛呢。他展现的特色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好大仙呢？他所展现的就是呢，忍让，忍让度量很大，而且呢，让非常的谦让，让给你，让给你没有关系。不管呢这个呢要求是合不合理，他说没有关系，就让了，就让了这样子。那呢，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幸福，能够来蒙受这个呢。这么的有谦让的这个呢，美德这种的大德性的大仙来指点我们圣训，那我们可以想象哇，我们可以这从中呢来学习到很多呢这一方面的就像呢好大仙他的这种呢很特殊的这种的美德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呢开始来拜读这个讲坛诗来。请开始。烈日高挂正当空，恶煞尽消阳气充。伯夷叔齐早避世，采薇之乐颜回董。世侄昼长否勤奋，夜短默念旧怨声。生死大事无汗流，快马加鞭立奇功。感谢好大仙慈悲，七真的好大仙慈悲呢，指点我们的讲坛师呢。第一句“烈日高挂正当空，恶煞尽消阳气充。”哇，说这个呢，艳阳高照哦，烈日高挂，艳阳高照哦，正当空的时候呢，因为呢这个阳气很充足，所以把这些呢这个呢恶煞啦，凶神煞气啦，全部呢消除了，自然而然的而消弭了，消弭了就消失掉了这样子，所以哇，因为呢阳气呢非常的这个充足阳气是往上冲的非常的充足。再来呢，伯夷叔齐早避世，采薇之乐颜回董哦，说伯夷叔齐呢是在呢这个。哦，这个以如果以中国的历史来讲，就是在殷朝，就是商朝。哦，就是商朝末的时候啊，也就距离现在呢是2000多年前。哦，在商朝末的时候呢，这个呢属于商朝的之下的一个呢诸侯国，这个国家呢叫做呢孤竹，这个叫孤竹。那这个呢，国王孤竹君的这个两个儿子。他的孩子当中，有两个儿子，大的呢叫做呢伯夷，第二呢叫做呢，哎，好、哦，那哦再来呢，小一点呢，还有叫做呢这个呢，叔齐，就是老三呐，老大叫做伯夷啦，老三呢叫做这个叔齐啦。那呢这个呢孤竹君呢，他的心意当中呢，是希望说以后呢，把这个诸侯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呢，君王的这个位置呢，是要传给了这个第三的儿子，就是呢，叔齐。那后来呢，这个孤竹君呢，他就呢，这个呢，去世了，去世了，这个驾崩了这样子。那呢，这个，那伯夷呢，知道了当初呢，这个呢，父王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就让，所以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那呢，叔齐呢，这第三的儿子，他也不要，他也不要这样子，他希望大哥做，大哥不做，离开了。那他也离开了。
啊，最后呢，哇，就第二的，人家就拥护这个第二的，然后老二来，来当这个君王。那伯夷叔齐呢，他们就离开了嘛，离开自己的这个呢，孤族，这个地方嘛，然后这个离开了这样子，那呢，离开以后呢，他们就听说了这个呢，文王呢，周文王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周。周文王呢，就是西岐呀、西岐山下的这个呢，周文王，他对这个长者非常的这个尊敬，哇，所以他们两个呢，就去到了这个周的那个地方了，这样子。那后来呢，文王去世了，那当时的这个商纣王呢，哇，这个暴虐呢，这个呢，哇，对百姓呢。对忠臣啊，对良臣啊，哇，伤害非常非常的大，这样子，所以百姓呢，民不聊生，大家都非常的这个痛苦，都很希望呢，能够赶快呢，有人呢，能够呢，把这个商纣王呢，把他呢，就把他的这个，就是说，能够希望能够把他改掉就对了，这样子。那后来这个呢，这个周文王的孩子。周武王呢，然后他就周武王还有他的另外的周武王的弟弟周公辅佐他，还有呢这个呢姜太公也辅佐他，就是辅佐帮助这个周武王，就是要去讨伐这个商纣王这样子。那呢这个伯夷叔齐呢，他希望不要有这件事情，希望不要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商纣王他的暴虐太严重了，太严重了，这样子，这个忠臣呐、良臣呐、这些百姓，大家都太苦了，太苦了，这样子，因为他用各种的刑罚，这个火，这个整个这个铜呢、铜把它烧热。然后呢，他把要处罚的人，不管合不合理，有没有犯错，他认为应该处罚的，就让他抱着很热的，而且这个是油，把它抹油，这样抹油，然后呢把它烧热，然后呢，哇，叫这个他要杀的人就把他抱在这个呢铜柱抱着这样子，哇，那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事情。这个是其中之一而已啦，太多太多了，这样子。那这个呢，甚至于呢，可以呢把这个呢他自己的皇叔这个比干呢，就把它剖心，心干要剖心，这样子要拿出心出来，这样子就什么行为呢都做得出来就对了，这样子。所以大家呢，这个很百姓很希望能够，有人能够把他呢，这个呢，把他换掉，这样子把他处理的。所以呢，这个呢，武王坚决一定要行使这件事情。那后来，就成功了，把这个商纣王呢，就消灭了。商纣王他自己也这个自焚了，自己自焚了，这样因为他的兵败嘛，他兵败如山倒了，这样子哈。后来他就自己自焚了，这样子。那就变成周朝了。那伯夷叔齐呢？伯夷叔齐啊，他们就呢，他们就离开了，到了这个呢首阳山下呢，然后呢去过着呢，就是说，自我放逐的这种的生活，自我放逐的生活。然后呢，他们就呢，怎么样避世了，自我放逐了，然后呢采薇之乐，他们就。采薇就是说一种野菜，薇是一种野菜，然后呢，是可以如果嫩一点的时候是可以吃的，他们就摘这个野菜，摘野菜吃。那他们说他们这种的，就是说采就是过很简单的这种的生活，说采薇之乐，颜回董。过这种很简单的这种的生活，颜回夫子在他们之后的这个呢，颜回夫子也会了解，因为颜回夫子也是一样啊，他虽然他自己的才华学问也是很好的，孔老夫子也曾经劝他当官吧，
哈，当官吧，他不要，他说呢哈，我自己的哈有可以种一些菜啦，可以种一些稻谷啦，种一些马啦，就可以生活了啊，种一些菜，种一些哈，种一些菜，种一些谷，哎，哈，煮个稀饭可以就可以活了啊，那种一些马就有衣服可以穿的啊，这样子啊，哦，所以他说。他还是要坚持呢，跟着老师学习，老师的道德比较重要，这样子哦。那呢，好大千慈悲哦，又指点我们哦，是时昼长否勤奋，说现在刚好这个时间点，好，亲爱的家人，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呢，哎，已经渐渐了哦。如果这个以气候来讲，渐渐就是说昼长，就是说白天呢比较，哦，白天哦的时间比较长。好，就是说比较晚下，太阳比较晚下山的意思，所以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哎，亲爱的家人，大仙问我们哦，有没有认真啊？否，勤奋。哎，有没有把握时间要认真哦？夜短莫念呢，就怨声说，要知道，哎，既然白天比较长，夜就比较短，因为比较晚这个呢，就是比较晚。黄昏嘛，这样子夜就比较短了哦。那既然这个样子，就不要再。念念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就过去的这些怨叹呐、啊，过去的这些哀怨呢、啊，就不要再哀怨了，就不要再怨叹了。重点呢，晚上好好休息，白天好好勤奋，把好白天好好精进比较重要的哦。那甚至也要精进什么事情呢？生死大事无憾留，快马加鞭立其功说，生死是重要的事情。好，生与死，这是生从哪里来，死从哪里去？这是呢，哎，我们人生呢最重要的事情哦，要让这个大事呢，真正重要的事情呢，没有遗憾。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哭着来，希望呢是能够呢没有遗憾，笑着走，笑着走，这样子哦，那所以叫我们要快马加鞭，认真一点。认真一点，快马加鞭立其功，因为是刚好是呢，哇，白羊可以修道的时刻，可以好好的来修道办道的这个好时机，所以叫我们呢要加功努力哦。再来，大仙慈悲说，吾本呢，我就是呢好太古，说这个好太古呢，如果以中国的历史来讲，就是南宋的时候，南宋的时候就是差不多西元的1400年。以后的这个这段时间这样子，那呢这个好大仙呢他也有好大通啦、啊，就是他有几个名字，有几个名字，其中一个名字也叫做好大通这样子。那呢他修道的过程就是刚刚有报告介绍的，就是非常的谦让，非常的谦让。人家呢他挖好的很多的洞，挖好的山洞要准备要好好的来铲。打禅来修行，人家就跟他要，他就送，他就送。打好一个就让人，打好一个人家就来要，他就让人这样子说所以说他的这个谦让的这个德气非常的特殊哦他今天呢，奉了母命，奉了老母的命令哦，降来宝宫哇，降到宝宫来哦，就是到崇祯宝宫来。参过圣容，圣容就是明明上帝，就是老母，无生老母，向老母来参加，再为垂品，然后呢，再继续呢，开沙，继续指点我们哦，哈哈，这个仙佛的转换语气的口语词哦，再来，我们请拜读，仲夏之夜梦牵引，梦里受控任纵横，说哦，仲夏现在是呢，以农历来讲呢是五月。农历的五月呢，就是仲夏，就是呢这个呢夏季的第二个月，就是叫做所以叫做仲夏。说仲夏的夜晚呢梦牵引哇，让人家好像有很多的这个梦想，想要追求的这个梦想这样子很多的理想，很多的理想想要追求。那梦里受控呢，任纵横。好了，可是有时候呢，哇，好像呢，哇，梦想很多，可是真的要发挥的时候呢，哇，好像也是，好像也是有时候呢，没有那么的这个
想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哦。再来呢，说工多功少呢，莫多计，暗有天眼的见，哦，察见品说，要了解工多还是工少呢？不用呢，哦，不用太 care，不用太 care，不用太计较就对了，也不用自己去算呐，不用自己去算，只管好好的做，往前冲就对了。说无形当中呢，上天呢，自然天的眼睛，哦，天的这个日，天的日月这两颗呢大眼睛都在哦看着，哦日夜也都在看着我们。白天跟晚上有这个日跟月哦，日夜的在看着我们呢，哦，说非常的清楚的哦，说我们要了解哦，再来。尧舜何人与何人？又为君可呢？垂圣明说，尧是谁呀、啊？那舜是谁呀、啊？那我是谁呀、啊？这个禹就是我的意思，这个禹就是我的意思。说尧帝是什么人？禹帝是什么人？那我又是什么人？什么人？通通是人，对，通通是人啊。那呢？应该如何呢？说有为君可垂圣明，只要有为，就是说你想做，哎，为什么这个尧帝、舜帝呢，可以呢成为三观大帝，造成天上名流人间哦，这个样子哦。那好大仙慈悲的意思就是说，放心，他们两个是人来修成的，我们大家，包括好大仙也是，我亲爱的家人，我们每一个我，每一个我，通通是。哦，我们通通是的，有为，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肯，哎，我们通通可以的，均可，我们通通是可以的，垂圣们也是可以跟他们一样，道成天上名流人间的，成就为圣贤仙佛的。再来，道讲清净法无为，净度己来养神灵。说道家呢，道家讲清净。哦，清净身心清净，然后呢，法无为，效法无为，就是说，哎，崇尚无为，推崇无为，说净度己来哦，说能够呢，哎，清净嘛，然后度化自己，养神灵，就是哎，不要外放这个呢，精气神呢，不要外放，然后哎，能够收敛，好，能够收敛，能够具足精气神哦，养神灵，这个就是呢。道家，哎，所修行的这个方式，那再来，静下心去定生慧。佛讲万家佛可生，说那佛家呢，哦，就是叫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去，自然能够呢，哦，就能够呢，产生了这个呢，哦，戒定慧出来，哦，这个呢，定静的当中就能够产生这个智慧出来哦。所以呢，佛家讲这个呢，万家生火，好、哦，万家生火，就是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意思啦，每一个人通通是有机会呢，哎，成佛的意思，只要肯修、肯念的话，好、哦，就是说一丝丝、一丝丝的这个呢，哎，佛缘，有的人佛缘是很浓厚、很具足，有的人是比较淡，有的人是比较淡，所以呢，把握有每一丝丝、每一丝丝的这个佛缘的这个机会，就有哦，把握每一个机会，就有可成，好好的修就有可成的意思，这样子哦，佛家讲这样子哦。那再来呢，儒道应运奈屈伸，一刚一柔化大同哦。说那儒家呢所讲的呢哦，就是说。哦，能屈能伸哦，儒家的修道能屈能伸啊，能哦也刚也柔，内刚外柔，哎，内方外圆，就是说，哎，我内在的这个呢，原则守得非常的很，哦，守得非常的好，然后我展现以外的，就是不固执，很圆融的，很圆融的，内在的这个呢，原则守得很好，那外在跟人家相处是很好相处的。哦，不会固执的，哦，是很圆融的，内方外圆这样哦啊，而且呢是能屈能伸哦，能刚能柔这个样子，哎，化大同，这样才能够你也好，我也好，他也好，大家好啊，对不对？才能够一个人感化更多的人，一个
家庭感化更多的这个家庭啊，甚至于呢，一个社会感化更多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啊。哦，那才能够化大同，哎，让大家都能够朝向好的那个路来前进哦。哦，那以现在来讲，哦，以现在来讲哦，说儒道应运呐，哦，儒家的这种的修行方式应运哦，就是呢，妻为朋，子为伴哦。除了可以把这个呢，个人的这个哦，应该负的这个呢，人生责任，哦，负责好，担负好，家庭照顾好，事业把它做好，这样子，哎，职场上尽我们的责任之余，还可以拨出时间来好好的学习。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在一起来拜读，来拜读好大仙的圣训一样，我们还是可以再精进的。哦，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在生活在凡情的这个呢环境当中，可是我们也是可以学习修行，也是可以学习精进的。这个就是呢现在的修行的方式。那现在的修行方式呢叫做什么方式啊？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古时候都是抛家离子啊，因为现在是白羊时期啊，所以呢就能够有这样子的白羊的修道的方法。哦，什么叫做白羊时期呢？哦，就是呢差不多商朝之前的这个就是叫做弘扬时叫做清扬时期，就是哎道家应运，哎以道家的方这个方式呢，刚刚报告过了那种的方式，哎哈，哦，好大仙有教我们说哎清净啦，这个呢哈道讲清净法无为嘛，哦那个就是呢清扬起的这个修行方式。那呢这个呢哦周朝以来哦到这个明初前后呢，哎，差不多就是呢，这个呢，弘扬时期，就是哎，以佛家的修行的方式哦，所以呢，哦，就是出家中的寺庙非常的这个多这样子。那呢，哈，哦，再来接着下来呢，哦，就是已经哦，再来就是这个呢，白羊时期的哦，白羊时期呢，说修道的这个方式就是呢，妻为朋，子为伴，在家庭，在家，哎，就一样可以顾烦恼。也可以呢修道，也可以顾圣业，甚至也可以全家一起修办，才叫做妻为朋，子为伴。就哎，这个呢包括妻子儿女大家都是呢不但是家人，也是呢好同修的意思，这个修道的方式哦。大仙慈悲说白羊修办看时运哦，说白羊的修道这个现在白羊时期，所以白羊的修道的这个方式方法就是刚好这个时运的时候，所以呢有机可乘，何不能呢？说现在是刚好好时机，很好修道，很好办道的好时机，要把握才对，要把握哦。哦，再来，智者千虑有一失，花开最怕风雨涌，说可是呢虽然是时机很好哦，那往往就是因为好的时机，有时候我们反而会疏忽，容易得嘛，容易得就容易失去啊。古时候很难得，很难可以得到，所以就和我全权福音。那呢，白羊时期容易得到啊，可是也比较容易失去啊。就像大仙慈悲的啊，千哦智者千虑，说很聪明的人，哎，他很会思考啊，可是有时候。难难免免会有一些疏忽呢，所以呢，就好像花开的时候最怕什么？就像哦，风雨很大，会吹残掉，意思一样啊。所以应该怎么样？要把握啊！哦，大仙慈悲说：“春需播种，广结善。”说，哎，春季的时候，哇，要赶快播种啊，广结善缘呐。再来，夏需如日呢，要热情。那到夏季的时候呢，要好像这个哇，太阳一样。火要热情，要热情哦！再来，秋需精进了几道学，说那到秋季的时候，要懂得精进自己的道学，要勤奋道学研究道理哦。再来，冬若无冬呢，往春耕。那冬天应该怎么样？哦，冬天就是好的收成啊。收成了以后呢，要好好的把它保存好啊。如果呢收成没有把它好好的保存好，可惜啊，我们本来春天种下来，春天把它种下去，夏天长了，那秋季呢就收成了，冬天又好好，冬季要好好的把这些收成的把它呢保存好了，那我们如果没有把它保存好就很可惜了，枉费我们这个呢春天的辛苦，夏天的辛苦，秋季的辛苦，就可惜啦。哦，所以呢就是说
每一个时段，每一个时期，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把握的意思哦。再来，一年四季有次第，按部就班照愿行，说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次第的。虽然说，有的地方、有的国家、有的地方呢，天气它不一定刚好都是四季分明，可是也会有温度有落差的时候，也有是下雨季的时候啊，所以说温度也有落差的这个时候，所以呢，这个呢大千慈悲形容说一年当中呢，比如说春夏秋冬有它的次第哦，我们修道也是一样哦，也是要呢按部就班，照步骤来，照步骤来哦，哇，参加了这个呢，打开心灵的锁匙，然后我就也可以来参加呢，实体的上课啊，实体的这个身心灵健康体验营啊，也可以来参加呢这个的进阶班啊，这样子啊，按照步骤来哦，然后照愿行，这个什么愿呢？善愿。我什么时候有立善愿？有，还没投生在做人就已经有立下善愿了，就是当初有立下这个善愿，今天我们才会跟这个呢道结善缘，怎么会才会来一起来拜读呢好大仙的圣训，这个都是当初我们呢就有立下好的善愿来的哦。再来，顺天者昌，逆天亡，幕后疏远要认清，说所以呢，既然我们要按部就班照愿行，而且我们要更加了解顺天意的话就能够很昌盛，顺天意就能够很昌盛，那逆天亡，如果逆呢，违逆上天的这个命令呢，哇，就不好哦，就会不好这样子哦，所以现在是幕后疏远的时候，要认清楚要认清楚，这个就是说什么叫做幕后疏远呢，就是说这个整个天运时运的运行，现在就是呢已经过这个午了，过午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现在是午未交替的时候，你看这个午之前午会之前呢，哇，乾道男士掌权，为什么？阳嘛，阳啊，然后呢过了中午以后呢就有一点阴了所以呢渐渐女性的这个权限就不断女性的地位不断的在提升就是说你女性出色的人才，不管是呢在各方面在各个地方甚至在修行的这个环境也是一样怎么会这样？时运，这个就是时运，整个时运就是过午了，五会了，然后五现在再来到未会了，这个就未会的五会交替的这个时间了，等于说来讲，等于说到了过中午的意思，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啦。我说那呢，这个幕后到秋季了，幕后就要收远了，以前呢大普渡以后现在要收远哦，所以呢要认清楚，那收远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都要收远，就是说从内到外就是要把它改变，好的就留下来，不好的就要把它去除掉哦。再来，善念善行口出莲，恶念呢遭祸呢冤也明，说好的念头好的行为，那嘴巴讲的也是好的话的意思，口出莲花就讲善言善语的意思哦。那假使说恶的念头的话会招来这个呢灾祸这样子会招来冤签哦，不好哦，这样我们要了解，这个很重要哦。再来，三草赶着好结果，报应胜数呢胜念蒙哦，说三草哪三草呢？天草、人草、地草，这个叫做三草，就是天地人的三个空间的意思，那这个三个空间的这个神灵啊，甚至呢无形的这个鬼神啊，这些大家通通怎么样，有形的无形的都赶着好结果，都希望能够有好的结果，都希望能够好的结果，所以就会怎么样，就会呢报应胜数，报应就会比较快，
好，报应就会比较快哦。好，所以说要谨慎我们的念头，有时候是过去式的因果，有时候是这一辈子的言行举止，甚至你的心念不 OK 不理想，导致引来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时机的关系。虽然说过去有一句话说叫做呢，善有三报，恶有恶报，不是呢，不是没报，是时机未到，就是说过往的这个报应会比较慢，可是现在时机比较紧急，报应会比较迅速哦，所以我们要更小心。大家通通是一样，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大家都能够很好嘛，平安健康幸福啊。那我们希望平安健康幸福，我们就需要更小心更谨慎，保持好的念头，就是说保持好的念头，好的行为，好的言语，然后呢行功立德，把过往的不好的因把它改成好的果，就是这个意思哦。再来，一念若善使之眼，一念若偏呢使之空。说我们的一个念头是善的念头，好，继续没关系。既然是好的念头，好，我甚至呢好的念头，好的心念，我就把它做出来啊，对我自己、对大众都有帮助啊。那如果不小心，我一念若偏啊，这个想法不对呢，赶快把它检视清楚。不行，不对的念头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我就赶快把它消除掉哦。善言成功能成道，恶言成罪呢往前攻哦。说好的念头，善言的念头，让它继续延续的话，就能够成就功德，可以成就功德哦。那当然是可以成道的啊，道修道有结果啊。那恶言成罪，如果不让这个不好的念头、罪恶的行为继续的话，就会成罪过呢。哇，那就前面的往前攻，哇，那就即使去做想坏的心念，要不要心神？要哦。去做不对的事情，要不要时间？要不要精力？通通要呢。哇，可是那是罪过，那用掉的时间，用掉的精力，哇，没意义哦。再来，自己修持功夫道，不怕白沙呢在孽中。说我们自己的修行修持的功夫道的话，就不怕说好像白沙放在呢这个呢黑堆里面，黑色孽就是黑色，这个孽就是黑色的意思，就是在黑色的染料里面一样，因为呢它是白的，即使你外面把它染黑了，它里面也是白的意思，这样子。时尚种花突破起，突破己，打开视野呢望此成。说啊，在石头上种花，我突破自己，就是说了，时尚种花怎么种？盆栽就可以种了啊，可能不是这样，但是盆栽可以种啊，或者是上面有土，有泥土，把它放泥土也是可以种啊，哪里不可以？你看石缝中的小草不是这样子就蹦出来吗？对不对？所以说叫我们要突破自己的意思啊，打开视野，眼光把它打开，眼光把它放眼哦，望此成，就是朝着好的这一条路来前进。再来，既利当济天下利，求名要求万世名哦。说我要计较利益没关系啊，不要计较小利益，计较什么利益？大利益，天下的大利益，就是说对天下人有帮助的利益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啦。那要我喜欢名声呢？好啊，这是好事啊，我喜欢好的名声，好事啊。那我要求这个好的名声，要求什么名？万代留名，不是只有留这一辈子，4年八年12年几年这个名而已，不是求这个而已啊，是求呢万代好的名声，哇，道成天上，名流人间哦，甚至呢受万代人的香烟，这万世名啊哦，哪里不可以求利，哪里可以不可以求名？当然可以得哦。再来，虽然修道呢无着相，亦非无为呢无学成哦。说虽然说呢修道没有着相，不要着相，可是也不是说就放在那软趴趴的什么都不要做，不是这个意思，也是要积极哦。那如何这个积极法呢？就是这个样子。来，
自己使命丧失了，上天无亲抚弦音，说自己的都有使命，我们都有使命啊，所以我们要透过丧失，透过呢行丧失，把我们的使来完成我们的使命。那丧失财失、法失、无畏失，好，就是以财啦，或者是呢，哎，用道理分享呢，好，或者是说，哎，用体力呢来做，好，这个是这些服务的工作，这个都是无畏失，说来做放心，没有白做的。大仙慈悲了，上天无亲，上天没有对谁比较特别好哦，那他对谁好呢？抚贤英，对贤良者。哦、对贤英者呢、他会特别照顾他。再来，落红不是无情物，皆因呢未中了选主容。这个呢、以前的一个、诗人叫做、龚自珍呢、他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两句是这么说的、落红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就说、这个呢落花，落红就是落花的意思，这个花呢落下来、不是代表它无情哦，放心，这个落叶归根，它呢、经过了春天化作、有雨水以后化作养分滋润了这个根，改天呢又长出来的花，会因为营养够嘛，会更美丽啦，更美丽更娇艳啦、哈。那大仙的这一句呢，落红不是无情物，就说虽然我们三思哇，财思、法思、物思，好像我付出呢，放心，这个呢不是说我随便把它施舍掉，不是，这些都是功德，这些 都是功德哦，因为是为众，可这些都是为大众来做的，所以呢哇，选主沾光，为大众来做来做，然后我们的祖先也好，我们的这个呢家人后代也好，沾到这个光荣哦，就是说呢，舍得舍得放心，有舍就有得，越舍越得，然后越庇应呢这个呢祖先家人哦。再来，修者呢后生而身先，既已与人呢己欲先，说修道的人呢后生，什么叫后生，就是说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先为别人着想，先为别人着想，然后自己呢就是说自己的事放后面没关系，虽然自己的放后面，可是放心，最后的结果是如何呢？而生先，而生先啊，然后呢既以与人己欲心，既给人家越多，到最后呢自己呢越兴盛，这个从老子以来就有这样子的观念，那今天呢好大仙也是这样子来指点我们哦，不用烦恼，就像好大仙一直挖洞给人家，最后呢他不用特地在那边禅坐，别人觉得可能还需要透过在洞里在禅坐，他不用透过了在洞里面禅坐，他就可以成了，他就成了，就成到了，就是这个样子啊哦，他在洞中在挖凿洞，凿洞的这个过程中他就在修炼了，他在洞中就取静了，他洞中就在他在挖洞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是在禅坐了，他是洞中取静，所以他给人家越多哇，自己就越兴盛啊，所以他教我们啊，不用烦恼，不用怕分享，不用怕分享，因为呢成就别人就是成就我们自己哟。以前有一个这个布店的老板哇，那有人呢哇，这个呢从别的这个呢城镇来到这个城镇要来买布因为有很多好的这个布店嘛，这样子，那呢不知道哪一家，不知道那要去的那一家在哪里，然后哇到了其中一家问说，请问某一家的什么布店在哪里，那这一部布店的老板呢很好意哇，跟他说你就怎么走怎么走哇，还呢这个想说还倒水给他喝，这样子他说哇，这样子看他从外地来的哇，就是说很好意，对他很好意，而且跟他讲得很清楚，你怎么走怎么走就可以到你要去的那一家布店，那这个要买布的人呢他想说我哪里需要到那一家去，这一家就可以了啊哇，这个老板这么的这个热情，这么的热情，而且这么的就是不藏私，我在这里买就好了就好了啊哇，而且他不是要买一两匹而已呢，他是要来
要买，他现在购买很多的这样子哦，所以我们看不藏私，反而呢得到越多这样子哦。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呢所谓的这个呢明中去暗中来，哇，施舍明中去暗中来哦。再来，道气满分呢通十方，学修讲办力求成，说道气满分，嚯。就是说哇很有道气的意思哦，因为呢哇这个呢这个就是说学习付出嘛，学习分享嘛，所以哇道气呢满分，哇就能够通十方，那不管是学修学道啦，修道啦，讲道啦，办道啦，啊力求成都能够非常的好哦，都能够非常的这个呢精进进步哦。再来，种种过往呢一放下，过去的就过去了，不用再去想过去了哦。运筹帷幄呢掌最深，说现在把握现在往前走比较重要哦。好，运筹帷幄就是说思考现在应该怎么走比较重要，而且呢掌最深就是说注意我的生死关键比较重要的意思，我生从哪里来，以后要死从哪里去，这个大事比较重要哦。再来，哈哈，无患哦，大仙就很慈悲了，就有慈悲的我们的这个曼达啦，玉邦啦，利迪啦，义宏啦，祥雄啦，秀云啦，方兰啦，哇，这些的亲爱的家人呢，说曼达明理呢参圣训，哇，这个呢，这个好大仙说曼达，这个呢明理对这个道理很明，能够明白。所以要参圣训，了解仙佛慈悲的圣训要了解哦，体天应人的度群民，体会上天的意思，然后配合的人的意思。我就说有时候老师啊会引导我们说要上课哦，要度人哦，那我们要一起配合，一起配合跟老师一起来来度人哦，度迷群，度迷群，哇，度化更多的人，就是很多的人等你度哦，曼达，哇，责任重大哦，再来，欲邦真知呢，且真行，哇，说真正的了解，也要真正的这个来前进哦，我们这个我们哇，感谢的这个好大仙呢，说孝亲呢度众呢报恩宏，我说真正的了解，那要真正的来做，而且要孝。孝顺我们的这个孝亲，然后度化大众，哇，那报恩这个报答这个广大的恩德，哇，我们感谢大仙呢，哇，我们这个孟加拉的也对我们孟加拉的这些同修家人这么的疼爱，感恩再感恩哦。再来，利敌清净呢断恶根，说利敌说清净断恶根，就是说如果有不好的习惯，我们就把它放下，好，那我们也可以学习所谓断恶根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你的人也是很好啊，那既然人很好应该怎么做，学习吃素的意思啦，就是说能够减少，能够学习吃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哦。然后呢创功立业，哇，就立下好的功德，创下好的圣业哦，上智人，这是有智慧的人哦，说立敌要懂得好大仙慈悲的意思哦，要这样照做。再来，义宏明白天心意，放下小我习家机，说义宏说明白上天的意思哦，放下小我，那珍惜呢好的这个机会。再来，祥雄慈悲任道修哦，说祥雄慈悲，然后呢他拿出慈悲的心任道来修道哦，足智多谋驾法舟，哇，说很聪明很聪明，那就把它发挥在办道的这个上面，而且呢安设佛堂，安设佛堂，把佛堂的堂屋呢把它弘展起来哦，哇，恭喜恭喜。再来，秀云无悔呢肯牺牲哦，秀云浅显哦，无悔就是修道没有后悔的，肯牺牲，天自安排加自领哦，说放心，我们呢为道的这个付出的这些财师法师无畏师呢，放心，没有白做的，上天自然会安排，会给我们加智慧，加领加智慧哦，让我们更好哦。再来，方兰明心更放下，所以方兰
了解了啊，所以就放下。小情大爱求升华，哈，有时候也不用太为这个情感的事情呢太困扰，太困扰，这样多辛苦啊，多辛苦。求升华，把小情化为大爱，把小情呢化为大爱，哇，爱天下的众生，爱天下的这个众生，哇，把这个道呢。哇！普传天下的众生，把这种的大爱的情感呢，更升华了哦！哈，感谢呢，好大仙呢，这么疼爱我们的这些亲爱的家人哦，哈，非常的感恩哈。那我们就自己谢恩哦，哈，哈哈！再来说，众贤皆是呢，志气轰，不轻自信呢，将道哄。说每一位每一位，通通是呢，非常有志气的。轰轰烈烈的这个志气哦，不要看清自己哦，不轻自信，哎，自己的本性是非常好的哦，好、哦，不要看清哦，要把大道弘扬起来。再来，忙里偷闲的立天下，天意终有呢功果丰。说大家都很忙，都很忙了、啊，没有错，忙里偷闲，忙中取一些时间出来，哎，自己精进，然后呢也服务来引渡众生。利益天下，把这个大道弘扬，利益天下，那呢放心，上天一定会怎么样，终有的这个功果来封，封会有封，以后会有 很好的果位的意思啦。好否好吗？当然说好咯。哇，大仙慈悲问我们说，这样子好吗？亲爱的家人跟着后续一起说好，当然嘛是好、哦、好都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跟着一起后续说感谢大仙慈悲。那最后呢，大仙就慈悲了，支持子鸡呢，持上帝，离了诸险呢，返琼瑶、哦、他就像、哦、上天老母，像明明上帝来持驾了，然后他就回到了天上去了，哈哈退。那呢、哦、感谢大仙慈悲指点我们，疼爱我们，那我们就把它记住哦，我们记住哦，大仙教导我们的，引导我们的，我们就要照做、哦、三思来并行哦，哇，成就忠勇的这个好的功果，这样子哈、哦。那今天呢，假使有不恰当的地方，求老母开恩，仙佛慈悲赐罪容宽，大仙慈悲赐罪容宽。好，那最后也求仙佛慈悲，好大仙慈悲，保佑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阖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